是的，在座的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最令人窒息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因为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宣布的是最佳五强。All right, we'd like to invite our top 15 finalists to please step forward because we're about to announce the top 5. Excitement is really mounting as we prepare our hearts for the top 5. 好的，我们现在请我们的15强，也就是站在第一排的这15位，向前一步。向前一步， move forward, yes. Yeah, step forward. The top 15. Step forward. Step forward because we're about to announce the top 5. All right? Step forward. Yeah, come forward. Take one step forward. Yes, yes, yes. 你们再不去，我就进去了。没有关系了，他们可以站在原位啊，也同样可以领奖的。 哦，好，是我们为了让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看得更清楚，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站成一排。对了，最激动人心的前五家呢，即将要揭晓了。哎，我们的名单啊，名单，李怡小姐。接下来这五位呢，前五强，我们每一位都会为大家请到两位颁奖嘉宾上来。 He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fourth runner-up is contestant number 51, Chinese Taipei. 恭喜中国温泉之都湖北，咸宁2009国际友谊小姐世界大会第五名，得主是来自中华台北的51号选手，为大家请到的颁奖嘉宾是湖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马黎女士。 为大家请到的是台湾名模2006环球皇后台湾冠军Michelle小姐，请二位颁奖嘉宾上台，为我们的第五名，来自中华台北的台北小姐。在这里也同时要告诉大家，今天的冠军呢，也会成为咸宁温泉文化旅游推广的形象大使，为咸宁。 温泉文化在世人面前展开一部美丽的画卷。马丽女士正在为我们的第五名。 中华台北小姐戴上后冠，谢谢，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谢谢，谢谢马丽女士，谢谢Michelle。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for the third runner-up. 接下来为大家宣布的是2009国际友谊小姐世界大会的第四名。And she is number 19, Lithuania. 恭喜19号的立陶宛小姐，为大家请到的颁奖嘉宾是湖北省旅游局局长张达华先生，奥地利心理学博士 Miss Ariana Tugsuu。谢谢，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谢谢张先，也谢谢 Miss Kinniger， 也恭喜19号立陶宛小姐。好了，现在马上要颁发季军了，对不对？是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2009国际友谊小姐世界大会的第三名季军究竟会是谁呢 ？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second runner-up, she is number
6, Miss Brazil. 恭喜6号的巴西小姐。 为大家请到的颁奖人是中共咸宁市委副书记、咸宁市市长任正赫先生，中航密斯总裁国际友谊小姐组织全球执行主席 Jelly Chen 巴西小姐获得我们这次的国际友谊小姐的第三名，也同时谢谢两位颁奖嘉宾。好了，现在是要公布亚军的得主了。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first runner-up. Girls, how are you feeling? 心跳加速啊，心情是七上八下。我这个时候呢，也非常的紧张。 每个我都舍不得，不过呢，还得要宣布。好了，亚军到底是花落谁家呢 ？The first runner-up goes to contestant number 4, Miss Mongolia. 恭喜2009国际友谊小姐世界大会亚军，4号蒙古小姐。为大家请到的颁奖嘉宾，国家旅游局综合司司长刘晓军先生。 恭喜我们的得奖者，也同时谢谢我们两位颁奖嘉宾。女士们、先生们，马上就要公布中国温泉之都湖北咸宁2009国际友谊小姐世界大会的冠军得主了。And now, Miss Friendship International 2009, the winner is. The winner is number 53, Miss Thailand. 中国温泉之都湖北咸宁2009国际友谊小姐世界大会冠军，恭喜53号的泰国小姐。为大家请到的颁奖嘉宾是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骆新华先生。 美国国际友谊小姐组织全球推广主席，Mr. Alex Liu。Congratulations, Miss Friendship International 2009, Miss Thailand.
恭喜！Congratulations！ 邀请我们两位颁奖嘉宾和我们的冠军泰国小姐一起合影。All right, Miss Thailand, please enjoy this moment and take your first walk. Thank you.